完全不知點樣開頭啦，我仲要 mark 低曬我自己要講啲咩。其實今條片係諗住 update 下我嘅近況啦，咁我仲開咗個 IG 嘅問答啦，希望咁我前兩日就開咗個 IG 嘅問答啦，唔識講嘢啦，點算啊？咁我前就叫大家問下我問題啦，所以就今條片都會答下大家問題嘅。咁講下我嘅近況先啦，因為我咁耐冇拍片，其實主要原因都係懶啦。不過我都有翻工嘅，都係繼續翻緊免税店啦。咁我平均一個月都係翻八至十日左右啦。咁其餘啲時間咧，我就做緊一個大 project 啦。咁但係呢條片就暫時唔講，因為件事仲未完成曬嘅。咁我有 keep 住拍片去記錄佢嘅。咁遲啲咧就等嗰條片出，大家就會知道我搞緊啲咩噶啦。所以唔係又打裝啊嘛。大家都知道我十月份病又分啦，所以咧我呢一排咧就系咁喺 IG 度揾啲资料啊，去睇下婚礼场地啊、婚纱啊、影相啊、click 啦。哇！但系我发觉结婚真系好使钱啦，啊，搞搞下都唔系好想搞，不如我就咁去签字就算。同埋而家疫情关系咧，好多都好不确定因素，我觉得我今年应该都未必搞得成婚礼。跟住咧，二月尾咗嘅时候，我系入咗一次医院嘅，系因为我前嗰排做身体检查啦，就发现咗出咗啲问题，所以就去咗专科度睇。咁 check 完咗冇乜大碍嘅，但系经过咗呢次事件之后，我发现咧系真系每一年都要做一次嘅身体检查嘅，同埋呢个买保险嘅重要性。假设你真系做咗啲咩身体检查，发现啲咩问题，你要睇专科，要入医院 check 嘅话，如果你系冇买保险嘅话，就要自己俾呢一笔钱，就系咁啦。好，大概讲咗咁多先，咁我而家啱好起身，所以去煮个面食先。约会食嘅嘢一定有泡菜啦、饺子啦，同埋韩国面，就系咁啦。食完嘢啦，咁而家就嚟答个问题啦。终于有片睇，冇错啊！我终于都舍得拍片啦，希望我会加油，可以拍多啲日常生活片啦，可以啊！我本身想开呢个 channel 嘅原因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我个简介咧，其实我系想记录生活嘅。咁我之前成日就喺度谂，究竟拍啲咩啊？有啲咩人睇啊？跟住谂谂下，就好似成日都唔想拍嘢，好似唔知道自己为乜而拍。跟住有一日突然间睇翻自己开呢个 YouTube 嘅嗰个简介咧，就发现其实好简单，我都系想记录下自己生活。因为我间唔中会睇翻自己啲片，其实我自己睇翻都好开心。咁既然我自己睇翻好开心，不如我拍嚟其实都唔系话要取悦边个，都取悦自己会开心啲。请问 Lulu 而家是独居吗？唔系独居啊，我同男朋友同埋佢屋企人住啦，喺佢屋企，我哋冇搬出嚟住嘅，都系住翻佢本身嘅屋企啫。而家同男朋友冇一齐住，我而家系同男朋友一齐住啊。其实挺开心，我发现同佢一齐住，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废物。我自己觉得嘅，喺真系要结婚之前，系一定要同你嘅伴试下一齐住，因为有好多嘢你唔系一齐住嘅情况下，你唔会知道。跟住暂时同边个最 friend 啊？我讲好多句，你要保重身体，真系冇话同边个最 friend。呢排大家都已经疏离咗好多，好耐冇出街同朋友玩，冇乜点出去见过朋友，而家全部都劲 friend。好，跟住咧就系、有人问我咧最近有啲咩剧睇啦？呢套咧系我暂时咁多套入边最中意嘅一套，佢系集呢个青春、浪漫、爱情、友情、亲情系齐集晒，同埋劲热血咯，好黐线呢套就系暂时最好睇咁多套，死内相亲 OK 嘅都有追，系好笑呢套。我一睇咁多套咧叫做解读我之心的人。呢一套嘅话咧，就喺 Viu TV 有嘅，因为呢套同嗰套《少年法庭》我自己觉得好似，所以我应该睇完呢一套先再睇。Disney Plus 嘅话咧，呢一套我都有睇，
呢套系 Crystal 同埋金财玉嘅《疯狂爱上你》，但系佢先播咗两集，而家要睇埋落去先知好唔好睇。但系暂时都唔闷嘅，跟住同埋睇紧呢套《迷雾追凶》，有徐康俊，好靓仔啊！但系佢都系啲查案啊，有少少科幻，都系睇紧，但系未去到觉得好好睇。你话好好睇嘅真系得呢一套，呢套真系觉得世界级嘅，好好睇，好青春，好热血，大家一定要睇。最近有咩压力啊？哇，其实都几多压力啊！诶，翻工啦，翻工个个都会有压力，因为我系 sell 香水噶嘛。咁你无暇翻去就好似食 Q 咁企喺度企一日。然后第二个压力就系搞婚礼啦，因为疫情啊 ，K 卡就算我睇咗好多场地，或者我睇咗好多婚纱，我都全部都唔敢落订嘅，因为我唔知道之后会变成点啊。即系可能突然之间因为我 cut 咗堂食，跟住有好多都暂停服务啊，基本上得个睇字。我觉得我今年都未必搞得成。另外第三件事我就迟啲再讲啦。嗰件事系我最大嘅压力来源嚟嘅。但系当然成功咗嘅话，我会好开心啦。不过都系等之后先同大家讲，可以咁讲住。所以同埋担心屋企人啦，因为疫情太严重，我细佬最近中咗，咁佢自己屋企即系都有隔离嘅，但系爹哋妈咪都系喺屋企啦，都怕佢哋会感染到嘅，即系都会担心啦，即系都会担心啦，但系。做啲咩咧？其實我最近發現，覺得自己有啲，我唔知係咪叫焦慮症定係恐慌症。例如諗到一啲嘢，我就會好驚啦。我都將一啲嘢無限放大，因為暫時蘇花都未去到影響我嘅日常生活嘅，純粹可能有少少失眠。由細到大好少失眠，因為我咩場合咩時間我瞓得著。如果真係瞓唔著嘅話，真係個問題都幾嚴重，我自己覺得。但係可能我再觀察多排，係咪真係有咁大影響先決定去唔去睇醫生？我都唔知道。好，下一個問題。提啦，覺得自己會唔會好早結婚啊？其實都唔會啊，大家咪覺得我好後生，其實我唔後生，因為我媽同我講咧，佢係26歲嘅時候生我嘅，我就喺度諗啦，哇！如果第時我有咁大嘅女，即係我假設呢個年紀生小朋友，咁就會同我媽差唔多年紀先會有我咁大嘅女。我講緊啲咩？如果今年都結唔到，我可能再下年先結到，就28歲先結婚噶咯。婚禮籌哇，大家係咁問婚禮籌備成點？希望可以順順利利成功咁舉行到婚禮。唉，成條片講咗好多次，今年未必搞得成，我都想順順利利。我本身咧以前未疫情之前係有幻想過想去出去影結婚相啊，亦都唔會搞婚禮，因為出去影相其實好貴嘅。但我寧願可能同我男朋友去影啲靚靚嘅相啊，當去旅行啊，動物園結婚都唔想嘥一大嚿錢喺香港擺酒。但係蘇花到而家，因為疫情都去唔到旅行。我都不知道最后我自己决定会怎样搞个婚礼啦。好，下题讲下同未婚夫一起的经过。哇，经过啊，其实呢就是我追佢的。哇，这个故事都好长，因为佢是我以前翻电视台的一个导演啦。哇，都未试过在镜头面前讲，有啲怕丑。我是辞了职先至追他。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和 MICS 拍过的问答。我最上一份工作就是电视台嘛。电视台辞了职之后就开始 YouTube 啦，就是 MI 他们啦。其实我拍 MI 的时候呢，有一段时间是叫做即是做他们小助手先的。那么啱辞职那阵呢，就电视台有个叫做是不是合作邀约呢，就找 Gordon 去拍他们的节目。我就想不知道这个节目会是跟哪个导演。结果翻到真是他做这个节目的导演。因为他这个节目的导演，他一定会出现在每一次拍攝噶嘛，咁我就次次都跟佢跟 Gordon 去現場啦。冇啦，啲追嘅過程就唔講啦。總之 finally 就追到佢啦。點解無端端想追佢，係因為呢件事就，所以就同大家講下。好搞笑，我未笑咁樣講。中招未？咩事啊？其實我真係唔想中招，不過我呢排見到佢話中咗招咧，係可以唔使打針，第二針定。三針，其實我仲未打曬針，我打咗一針啫。本身前兩日要打第二針嘅，但因為近排太多身邊嘅人感染，費事又感染咗又打針，所以就改咗期。喺度問求婚嘅過程，求婚嘅過程好搞笑，其實唔會好似大家咩佈置曬啊，咩 marry me 啊，一扎大花跪低呢啲，全部都冇。嗰日咧係我哋嘅結婚周年慈善。我哋嘅拍拖周年纪念啦，咁我哋就去咗 station， 嗰啲咩电影台喺度播紧戏，播紧套叫《蓝天白云》，系讲一对小情侣中学生密谋要杀害佢嘅父母啦，一个好 sad 好 down 嘅故事。然后咧，我男朋友就不断喺度，唉，都冇睇
睇啦，點解睇埋啲咁嘅戲啊？即係平時我睇啲嘢，佢係唔會理我，佢會繼續打佢嘅機啦，繼續睇我嘅戲。佢嗰日咧勁奇怪啦，就算啦，咁瞓覺咧，因為已經好夜，跟住臨瞓嘅時候，無端佢就送咗隻禮物俾我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我 post 就係嗰隻深藍色嘅電腦仔。之前其實有講過，每年都會送一隻電腦仔俾我嘅，所以屋企越嚟越多電腦啦，永遠嘅禮物都係電腦，都不意外。咁嗰晚其實佢好夜先拎出嚟嘅，我本身以為佢冇買到，咁點知佢都係買咗，已經好開心啦。其實我好容易滿足。点知佢就叫我睇真呢只公仔，咁佢就原来挂咗只戒指，咁就我嗰下系我本身已经想喊，即系已经眼湿湿啦。我嗰下系再见到系再震惊啲，我系完全唔知道，亦都估唔到佢咁快会同我求婚。虽然我之前都讲过我想2022年结婚啦，但我冇谂过我讲下嘅嘢佢会记得啦。我嗰下系开心到唔知讲咩好，我估唔到自己咁快嫁得出。系咯，个过程就系咁上下，其实真系好简单。我已经好啊好啊好啊，咁样就戴戒指。同我求婚呢一只公仔咧，佢系挂住喺自己个袋度啊。跟住有一日翻嚟，佢同我讲，只公仔跌咗，而家系连求婚只公仔都唔见咗。有冇谂过要小朋友呢个问题呢？其实系之前系有谂嘅，喺香港生小朋友系对个小朋友好残忍，所以如果真系要生小朋友嘅话，我觉得可能我会移咗民先，或者唔好俾佢香港读书咯。要做到呢件事嘅话，前提就系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同埋你要有足够嘅金钱啦、空间啦、时间啦去照顾呢个小朋友。我觉得我自己而家都仲系一个小朋友，我唔知道一个小朋友要点样照顾另一个小朋友。又冇正職，你好似生活得好超，我好想我生活喺度超正職啊！其實因為冇正職，應該叫做打散工，因為翻下 part time， 拍 YouTube。點講咧？拍片呢一樣嘢，有啲人當佢係職業啦，但係我係唔可以當佢係一個職業咯，因為拍片呢回事係需要極高嘅自律啦、效率啦、時間配合啦。如果你唔自律嘅話，基本上係冇可能做到呢啲嘢。我覺得我自己算好好彩，因為又同 Emma 佢哋拍片啦一齊，因為由零開始其實真係好難好難。点解我成日都拍下又唔拍下？因为我就系来来回回喺一个圈度循环，我觉得我唔应该浪费。已经有一班观众，佢哋中意睇我嘅片，咁点解我浪费呢？调翻转谂，拍嚟拍去都系嗰啲，即系觉得好冇新意啊。咁我又会谂翻起啊，究竟我之前点解会想拍片？所以都系想回复翻呢个初心先。你哋都唔好觉得啊 ，YouTuber 系拍片就有钱啊，好轻松好简单。其实唔系，因为你睇落去人哋好轻松，但系其实人哋背后付出咗几多努力。其实你是不知道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网络世界都友善一点，每个人背后做了多少东西你都是不会知道，就是这样。咁今条片就咁上下啦，虽然我都答到一嚿嚿啊，呢个系同我自己讲，希望我可以重拾翻拍片嘅乐趣啦。太耐冇剪片，我惊我剪片都唔识剪，但我应该会加速剪呢条片，一定要3月之内出到，希望3月份见到大家呢条片。好，咁我哋下条片见啦。